为什么带他回家吃饭？谁呀？装什么糊涂呀？又不是我带他回去的，我妈让他去的，我是去了才知道。你妈让他去就能去啊？那我也要去。你去干嘛？去吃饭，明天晚上，正好跟你爸妈自我介绍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爸妈知道你。知道吧？那就更应该去了。他们不光是你爸妈，他们还是洛洛的干爹干妈，怎么说都应该去拜访一下。 还是别了吧，你不是最近正忙吗？等以后有时间。吃饭的时间我有。那你给我点时间。给你什么时间？为什么他能去，我去就要给时间？你是不是心里不在乎啊？我没有。没有就让我去啊？你不让我去吃饭，那就是心里不在乎。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幼稚怎么了？幼稚不行吗？喜欢这件事本来就很幼稚。 你再说一遍，干嘛再说一遍？一遍听不懂。逃避是没用的，我告诉你，饭我一定要去吃，不管你让不让我去，我就要吃饭，明天就去。不让我吃饭怎么行？我要去吃饭。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由我主演的电视剧《幸福触手可及》正在热播当中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